大家好，这里是陪你学唢呐，我是裴老师。刚才呢，给大家吹的呢这一段呢，就是《百鸟朝凤》里面的一个华彩的一个片段。很多的唢呐爱好者呢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唢呐演奏员，都要用到的一个唢呐必备的一个技巧，也是非常实用、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技巧，也是很多的这个唢呐爱好者呢特别喜欢的一个技巧，就是循环换气。就像刚才老师吹的这一段。这个乐曲当中，就是为什么能一直吹这么长呀？因为人的肺活量啊肯定是有限的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吹这么长呀？其实好像有人说我是一边吹一边吸，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是它是有一定技巧的。如果是真正的话，人不可能是做到一边呼气一边吸气的。其实是做不到的，每个人的这个生理是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运用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技巧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给大家重点讲一下这个唢呐的这个必备的这个技巧，就是循环换气。开始讲这个之前呢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道具，一个小茶杯，里面放了一点水，然后准备了一个吸管，因为我没有在家找到吸管啊，找了一个这个喷雾器上面的这个管子，有点粗。我们初学的这学员呢，建议大家用一个比较细一点的这个小吸管啊，太粗的吸管就不建议大家用了，因为太粗的话呢，刚开始的换气的时候呢，可能换的不是很好。那我们来讲一下循环换气的这个技巧是怎么样做到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正常的我在吹气的时候，在吹大概还有1/3的余气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准备换气，不能把所有的这个气全部吹了之后再进行换气，这是做不到的啊，这是不行的。我们把本身的气流，然后吹掉三分之二，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开始练的时候，可以把这个腮部然后鼓起来，然后鼓起来之后呢，用我们这个口腔里面的余气，通过腮部的挤压，把这个余气挤到这个唢呐的这个哨片，挤到唢呐哨片上，让它继续保持振动发声，然后同时鼻子开始迅速的吸入新鲜的空气，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，这样达到这个换气的目的。大家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呢，可以吹很长很长的乐曲。我们开始练之前呢，不要在这个唢呐上面练，因为唢呐哨片的振动呢，它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强的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腮部没有这个训练过，没有这个压力，也没有这方面肌肉的这个训练，所以我们建议呢，用一个小吸管先吹这个水里面的这个泡泡，我们慢慢的吹。吹的时候呢，讲究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换不过来，咱可以把这个吸管弄得小一点、细一点啊，先慢一点啊。吹的时候快没有气的时候，我们就用口腔的余气往里面去挤，先训练这个动作。然后挤的同时，鼻子就迅速的吸气。大家看我做这个动作，感觉有点很搞笑，是不是？好像是有点像这个小癞蛤蟆似的啊！大家是一定要不要觉得很搞笑啊？就是先把这个动作一定要训练好啊，先训练这个动作。哎，嘴挤、鼻吸这两个动作啊，然后训练熟练了之后，我们就放到吸管上来做这个动作。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。如果大家能把我这个动作先给训练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在唢呐上进行训练。其实，在训练这个的时候，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注意的啊。
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很可能说你做不到，但是你做不到你不要着急，你先慢慢的去找那个感觉。重点是你开始练的时候呢，这个嘴部呢，这个腮部呢，一定要有一定的压力，把这个压力的再往外挤口腔气的时候呢，要有一定的延续性，不能一下就挤出去了，这不行，你慢慢的挤，这样挤。其实我们训练到最后的最终极的呀，就是可以不鼓腮，全部利用口腔和有你下颚的这个空间来保存气息，就稍微有一点点鼓腮啊，稍微有一点，几乎就是可以不鼓腮也可以做到啊。还有就是我们把这个练好了之后呢，再在唢呐上进行训练。在唢呐上训练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呢，一定大家要找一个比较软一点的哨片，特别软的那种哨片，你别找一个特别硬的，因为你特别硬的哨片你就特别费气，你就吹不好。你特别软的哨片一吹就响了，这样的，你看老师用了一个塑料哨片啊，就是特别软的这种哨片，你放到嘴里之后呢，你也不要再不要按任何的唢呐上面的孔，你就在一个唢呐的一个统一座烧的拉上面，中音拉上面进行训练就可以了。你就这么先吹，就这么吹，在等你呢吹熟练了之后呢，你再慢慢的在其他的这个孔上面进行训练。其实它最高级的时候才在这个高音的位置上进行训练，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掌握和训练好这个循环换气。好，这就是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。如果大家也喜欢学唢呐，请记得一定要关注我，关注裴老师，关注我们的课程陪你学唢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